哎，你说这事儿奇怪不奇怪？玩家如往常一样打开了自己的单人世界，可以看到他闲来无事正在垂钓，突然他听到附近有怪声传出，他本能的察觉出这叫声像是狼的声音。狼？玩家瞬间萌生了一个想法，他想驯服一只狼作为自己的宠物狗，于是他赶快回到住所拿来了骨头。可绕着房屋附近的云山树林转悠了大半天，玩家都没能发现狼的身影。不过令他意外的是，他竟然在这儿发现了一棵杜鹃树，这也就意味着附近很快就会找到洞穴生物群落。玩家很兴奋，正好脚下有缝隙，他打算进去看看，说不定洞穴生物群落就在这儿。可进来没一会儿后，那熟悉的狼叫声再次出现，并且不止一次，一直频繁地出现在玩家耳畔。玩家不断地顺着这狼叫声朝下挖掘，但令他无语的是始终不见狼的身影。估摸着时间也不早了，他决定先放弃，上来稍作休息再说。果然上来后，外面的天色已经进入了黄昏，他赶快回到了住所准备入睡，新的一天很快就到来了。一大清早，玩家便再次出发寻找狼儿，幸运的是这次他发现了狼的踪影，就在不远处的山脚下。玩家亲眼看着这只小白狼进入到了一旁的洞穴之中，他赶快跟了过来。却不见其踪影，但是还能听到它的叫声。奇怪，这一眨眼的功夫就不见了，这只狼会跑到哪儿呢？会不会跑到洞穴下面了？但是听声音不像在下边。玩家思索了片刻后，还是决定下去看看，反正自己的游戏难度是简单，并且也是和平模式，自己绝对的安全。可玩家不知道的是，自己盲目的自信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厄难。一直朝着洞穴深处走，下面的光线越加的幽暗，但奇怪的是依然能听到狼叫声。没过多久，玩家便下入到了底部，要不是周围有这些岩浆起的照明作用，这下面指不定有多么黑呢。说来也离谱，玩家竟然在这儿发现了一块钻石，但是很遗憾自己带的镐子挖不了。玩家很无奈，不过随后他在这里又发现了矿井以及紫水晶洞穴，这一趟也算没白来。挖完了紫水晶之后，玩家打算离开这儿，但是狼叫声一直会传入他的耳朵，并且这狼叫的声音像是哀叫。玩家还是想找到那只小白狼，没过多久他便来到了繁茂洞穴，在这儿也能听到狼叫。这只狼这么能跑的吗？玩家很不解。不过当他在这儿转了一会儿后，狼叫声消失了，随即他听到了一声美西园的叫声，当然不仅仅是一声，接着美西园的声音频繁地传出。玩家开始听声辨位，但是找了半天后也不见任何一只美西园的身影。前方高端预警，请屏幕前各位胆小的赶快将我超牛打在弹幕上，激活弹幕护体。难道自己出现幻觉了？玩家一脸懵，要不再找一会儿，如果找不到就离开。也正是这多找的一会儿功夫，玩家竟发现了惊天大秘密，只见前方散落着大量的骨头，还有一些生物掉落物。玩家先是一愣，接着他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去，过来后只见这儿是一个水池，这里面像是一只美西园。玩家定睛仔细观察了一会儿后，他发觉眼前的这只美西园只有一半的身子。玩家瞬间被吓得说不出话来了，他本能地调转身躯想逃离这里。出来时外面的天色已经进入了夜晚，玩家胆战心惊地回到了住所，他还特意地回头看了看身后，确保一切安全。但没想到的是，自己的家早都被偷了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。那啥，都看到这儿了，还没有点赞、评论、转发加收藏的，哎，你们懂我意思吧？麻烦这次一定好吗？